我问一下，就是这个有个77年蛇的那个房子的风水好不好？不好，那个房子离那个有个公墓，非常不好，我已经看到了，非常不好，非常不好是吧？对，赶快搬，一塌糊涂，接下来还会有事情发生，明白了吗？你说哪有事情？就是这个房子是对，房子家里的人还会有事情发生。就这房子一定要搬，是不是？对，明白了吗？好吗？好，想办法。严重吗，师傅？严重的，一定要搬。一定要搬的。非常黑。好了，好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再见啊，再见。亏本都要搬，钱赚得到的，明白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亏本也要搬房子，明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再见啊，再见。好好，谢谢师傅，谢谢。